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羿啊，后羿狗能限定皮肤的那个语音台词是如何的啊？刚才已经发布了那个杨戬的啊，杨戬的狗能限定的语音台词，他们两个有的时候会互怼啊。那么接下来慢慢欣赏这个后羿的语音台词。后羿，你无法直视的光芒，射穿虚伪的箭，有着光明的去向。一个人有了欲望，便能看到他的终点。最了解你的，往往是对手。需要才是存在的理由。比起多长只眼，不如多长点心。还不闪开！你以为我是丘比特？人间虽远，你我都在其中。我只接受自己败在强者手里，很可惜，不是你。逐日之争，此生不相见，动如身与伤，万里挑一的失败。